高雄白宫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Phoebe。 是不是在很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也很想要找到一处可以让你觉得静心自在又很放松的地方呢？那你知道吗，在高雄的大冈山地区有一处百年涌泉，而且它顺势带动了当地的观光产业，没错，就是花季度假饭店。现在让我们来一窥花季的魅力吧。季度假饭店是集结人文、自然景观与养生概念的高档冷泉度假饭店，营运至今12年来，成功唤起老一辈高雄人对大冈山冷泉的记忆，也让田寮再次成为南台湾的泡汤度假秘境。林俊旭副总好，你好。哇，来到这边感觉非常的舒适哎。是啊。首先呢，欢迎你们来到花季度假饭店。谢谢。其实我们饭店提供了住宿、餐饮、是泡汤是这些项目，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这里我们是出云风旅的一个大众汤的一个出入口。哇，太棒了！所以有这么多的设施等着大家一起来好好的做体验。其实我们这一个前身呢、是叫一直追究到日据时代，它其实是日本的警察客疗养所。是。台湾有很多的地方哦，都是日本的警察客疗养所，是从日据时代被发现的哦。因为你知道台湾的泡汤文化是从日本引进的嘛？是。好，所以你知道台湾的一个温泉区，跟日本的警察客是脱不了关系的哦。所以这个在这边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最正统的日式文化，对不对？是的。那我们的花季度假饭店呢，我自己知道我们的本业是在高雄，深耕高雄的建设公司。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契机呢，我们开始转投资到我们的观光产业？其实这个地方哦也是一个因缘际会。好，在我们老板在一次的参访过程当中，他来到这个地方。但是你知道吗，大冈山温泉、冈山头温泉其实有很多人不知道，尤其是在高雄在地的人，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所以我们董事长他来到这个地方，发现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一个汤泉，怎么没有有效的推广？是。所以他透过一些关系啦，他想要把这样的一个好的东西做有效的推广，所以他把它买下来。历经4年的一个时间，我们做了一个重新的整治建设，然后把它呈现出来。刚刚呢，我们有提到在我们的花季呢，有一个非常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的天然涌泉。那当初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大冈山地段来作为我们的饭店基地呢？首先呢，你们来到我们这个地方，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个自然景观是非常棒？是。好，我们好山、好水、好天气、好空气。好，那我们临近的是大冈山的一个风景区，是。那还有月世界、二子地形。那其实我们也结合了东高雄所谓的旗山、美浓这一些地方，我们做一些有效的一个旅游扩展。好，其实我们这个地理位置还有一个非常棒的，我们有临近的田寮交流道。好，所以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环境啊，我们塑造出饭店的一个有利的一个位置。原来呢，选择我们的田寮地区是在周遭还有这么多的景点值得大家去探索，而且交通非常的便利，回到了饭店可以感受到身心灵的放松。隐匿在高雄田寮秘境中的花季度假饭店，因着环境的优势，人们来到这里总是感到心旷神怡。园区内的建筑融入山林，翠绿竹林以慢活住宿的概念深受民众喜爱。今天来到我们的花季度假饭店呢，我想要特别请副总跟大家来聊聊哦。我们高雄白宫的观众一定非常的好奇，我们从原本的建设公司，那后来转型投资到观光产业，那在这个转型的过程当中，Phoebe 自己想，势必我们会遇到一些挑战吧？是不是可以把这些挑战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分享？好。建设公司是在盖房子，是不是？是。在盖一个家，好，那可能一个人一辈子就一个家，但是饭店呢是在盖另外一个家，哦，在盖另外一个家，但是建设公司盖房子的一个时间可能大概2年嘛，1至2年，
但是饭店，你知道我们盖了这家饭店花了将近4年的时间，很久哎。对，非常久，因为我们老板他对于理念理想他的一个坚持是，所以他希望一次到位，所以他跑了很多的一个特色饭店啊，一些温泉饭店啊，甚至于国外的啊，日本啊、泰国相关的一些 villa 啊，他都去参观，他希望一次到位把它做到好。所以这个过程我们修修改改，找了将近4-5个设计师啊，做了一些这样的一个讨论修改，所以花了将近4年的时间。对，这是我们最困难的一个点。哇，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每一个企业做事的方法不一样，有的可能是边做边看，边做边修改，但是我想我们花季的老板很坚持的是，我的客人要来我这边，我的家人要来我这边度假，我要一次给你最好的，所以整整就是花了4年的时间。是的，是的。那一次到位呢？我想现在其实大家都知道，在全台的旅客，大家要来度假放松，首选就是我们的花季。是。那请问我们的副总，如果让您自己来回答的话，你会觉得是什么样子的成功特点，让我们的旅客首选是花季？刚刚你们看过我们的园区嘛？是，我们有将近7000坪的一个土地面积，但是你有看到我们有将近1/3的一个自然景观的一个面积。对，我有140多种植栽。那你看漫步在这个园区里面，可以享受到什么？享受到一个森林芬多精的感觉。对，那我们有汤泉，好，这样的一个自然的一个部分，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特色。对，我们老板他希望说，来到花季的一个旅客哈，他可以在身心灵这一个部分来做很大的一个放松。副总，像我自己啊，来到花季的时候，我一踏进来花季，我会觉得有一种很像家的感觉。不管是在这边非常漂亮的自然景观，然后我们有暖泉可以让大家暖暖身子，包括例如说，我发现在好多大小角落都有很多优秀的艺术家的作品。哎，是啊，其实啊，我们花季还有一个特色，它是一个宝藏。我们老板收集了很多艺术家的一个艺术作品，它放在我们的花季的一个各个角落廊道，他希望来到花季的一个旅客，他可以慢慢的欣赏驻足，这些都是老板自己的收藏。他希望把好的东西，他觉得是美好的东西分享给大家。是，其实我自己常常都会觉得说我们在欣赏美不一定要踏进博物馆，有时候反而博物馆可能会给人家有一点冷冰冰的感觉，是，但是在花季我认为是把美感融入在日常生活当中。是啊，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的一个自然环境再加上这些艺术品，对，你走进这个园区你就会发现其实身心灵同步放松了。对，然后你放空了之后，你充电了之后，你才能够再出发嘛。对，所以旅行的意义本来就是要找一个让自己可以放松放空，然后可以抛弃一些所谓的烦恼或忧愁的一个部分嘛，然后再重新出发。我常常都会跟人家说，来旅游的时候手机赶快关机，不要再滑手机了。其实感受花季当下所有环境带给你的回馈跟美好，真的你身心灵会得到一个放松，然后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是的，是的，真的。那是不是也可以请副总再帮我们来分享说，在未来花季有没有对于我们自己有一些不同的期许？好的，首先呢，我们其实第一要件还是希望能够服务到来到花季的一个旅客，让他可以满足他来到花季他的一个需求。那当我们希望他在这边可以创造回忆，可以找到回忆，然后同步的去分享他来到这边所感受到的一个东西，让更多的人可以来到这个地方去了解田寮在什么地方，甚至于我们把我们这边的一个旅客带到月世界。好，这个二质地形，它是世界有名的二质地形。好，那带到大冈山的一个风景区，那未来我们甚至规划会往旗山、美浓这一些地方去走。我们希望把高雄好的东西啊分享出去。其实有很多人不知道高雄好山、好水、好空气嘛。是。好，那我们希望透过我们的一个努力，可以让很多人更了解这个地方，更了解高雄的美好。
是啊，像其实副总在说的，我都会常常觉得说，在旅游当中最美的风景就是人，是。所以在我们一踏进花季的这一刻，所有我们遇到的花季的同仁，然后包括大自然给我们的回馈，感觉都是非常非常的暖心的。那特别是呢，我们希望旅客来到花季之后，不是只有在这边，我们让你认识整个田寮，这些在地的特色其实都是台湾非常珍贵的资产。是的，所以我们希望呢，也透过花季，然后带动我们整个田寮的观光产业。花季度假饭店20多年来对建筑的专业及人文生活的修炼，赋予了尘封数十年的大冈山天然涌泉全新的生命与活力。In a secret place in Kaohsiung. When you are here, it's like being in a foreign country. Walking to the Spring Hill Hotel, you can feel the beauty of nature. Away from the hustle and bustle of the city, enjoy the benefit of downshift. 隐身在高雄的度假秘境，来到这里仿佛置身国外，漫步在园区里，感受大自然的迷人景致，远离城市的喧嚣，享受慢活好时光。 Secret Place Secret Place 秘境 Hidden in a secret place in Kaohsiung, when you are here is like being in a foreign country. Hidden in a secret place in Kaohsiung, when you are here is like being in a foreign country.隐身在高雄的度假秘境，来到这里仿佛置身国外。 Nature Nature 大自然。 Walking to the Spring Hill Hotel, you can feel the beauty of nature. Walking to the Spring Hill Hotel, you can feel the beauty of nature. 漫步在园区里，感受大自然的迷人景致。 Downshift Downshift 慢活。 Away from the hustle and bustle of the city, enjoy the benefit of downshift. Away from the hustle and bustle of the city, enjoy the benefit of downshift. 远离城市的喧嚣，享受慢活好时光。 Hidden in a secret place in Kaohsiung, when you are here, it's like being in a foreign country. Walking to the Spring Hill Hotel, you can feel the beauty of nature. Away from the hustle and bustle of the city, enjoy the benefit of downshift. 隐身在高雄的度假秘境，来到这里仿佛置身国外，漫步在园区里，感受大自然的迷人景致，远离城市的喧嚣，享受慢活好时光。